来有没有人的那个号码牌？手上有饮料券，但是没有还没有来拍照的朋友，有没有举个手让我们知道一下好吗？那我们要先让我们的心蕾待会呢会入内在我们的店里面呢，让大家帮大家点餐了。所以有想要来请我们的一日店长帮我们点餐的朋友，记得呢待会要入内来跟我们可爱的心蕾来进行点餐哦。好，那我们一样再留一点点的时间，让大家捕捉我们可爱的心蕾。再次谢谢这么多的好朋友呢，今天来到这边支持，那么也谢谢心蕾今天呢来到我们的三杯高雄三明店担任一日店长哦，为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。休息一下下哦。好，那么呢我们在心蕾休息的过程当中待会来